而由花莲县政府、花莲省南宫以及花莲县篮球协会共同主办第21届精英杯全国篮球锦标赛与第28届王母杯全国篮球锦标赛14号是正式开幕，来自全国各地的队伍齐聚一堂，争取最佳成绩。第21届精英杯及花莲县第38届王母杯全国篮球锦标赛14号开打，来自世界大专院校高中男女甲乙组、国中男女甲乙组、全国各地篮球好手各自展开为期11天赛事，并且在14号由阿勒菲斯舞蹈团精彩的表演来正式展开。谢谢大家，那也由于阿勒菲斯篮球协会的努力，把我们精英杯及王母杯办得有声有色，所以每年才能够吸引那么多优秀的选手到花莲来参加比赛。那么三位也是主办单位之一的花莲圣安宫也感觉非常的光荣，那感谢县政府大力的支持，那让每年的金杯及王母杯能够顺利的举办。赛事从即日起为期11天，在花莲小巨蛋、中正体育馆、国丰国中、自强国中等地陆续举行，欢迎爱好篮球运动的民众莅临，为喜欢的选手们加油打气。接着，就容易黄色报道。